告诉我，真凶到底是谁吗？编辑说 W 又更新了。什么？你看，这里是个漫画世界，而你，江哲，就是这本漫画的主人公。没有，这只是一种让主角更强大的设定，这是英雄漫画典型的套路。我也不知道谁是凶手。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？